陈玉琪即将霸屏，三部带锅好剧来袭，男主个个都是顶流，追定了。说到陈玉琪，相信你们都不陌生，在《新倚天》中，陈玉琪饰演的赵敏赢得了很多观众的认可。这个古灵精怪的演员非常有亲和力。这部剧是由陈玉琪和于朦胧领衔主演，是一部古装言情探案剧，讲述的是因为家族仇恨而不能相守的青梅竹马，在换掉身份之后又重新认识了彼此，之后相恋的故事。陈玉琪饰演的是女主袁青离，于朦胧饰演的是男主景慈。不得不说，两人的古装扮相真的是太棒了，非常值得期待。第三部《私立蜀山学园》，这部剧的男主真的是顶流中的顶流，这次陈玉琪搭档三位顶级流量出演三部新剧，一定会大火的。不少网友都表示陈玉琪的电视剧都追定了，你们对此怎么看？